你自己回答一句说，你怎么知道我这里是家？拿起来。没有没有，我只是我没有做戏，我只是拿着。他不能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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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像你上一季的演法。还有你不要再戴这个假发了，你就演樱桃小丸子嘛。他不这样看，你看着看着看着，他这样讲话。哦，你喷太多发胶了啦！哦，你喷太多发胶了啦！快点，局长，那你比较喜欢哪一个颜色？来不及了啦！我到底看中什么颜色？快跑！还是说你比较喜欢哪一个颜色？来不及了啦！到底你是化妆师还是樱桃小丸子啊？假发拿掉，假发拿掉。等一下，还是说你比较喜欢哪一个颜色？干洗发。干洗发。不要喷了，不要喷了，不要喷了，吓死我了。没有，我两句而已。你还是乖乖躲。什么？你们蛋洗还没办法回家？大家好，我是八六的张力，我是立明。今天演的是一个科员，我个人是扮演化妆师。场景一出来吼，我跟你讲，紧张感马上上来。我长个底下紧张娃娃，今天太紧张了。影后光跟他对到眼神，他那个触电的感觉没两样。但是他人很好，对，他叫我不要紧张，尽量的发挥。头发？哦，好，怎样？你要把假发给我吗？我觉得不错。你不要乱接啊！不要乱接，接这段是不对的。局长，很快过来帮我把头发弄好。就跟你说，不要弄那么硬，会歪掉。是是，海豚。没有接上那一边，我整个被骂到爆掉哎！我吓死了，全部都是我的自然反应，好不好？报长，我们的艺跳员被媒体曝光，他下面要回家，还被邻居担心。第一天出来做事吗？以为今天来是要当 Aniki 的，结果还是科员，但是我大概只有三秒的部分。不过因为我这个志向是从小弟演到影帝啦。哦，对啊，我又往前迈了一大步，我今天有台词，快差不多了啊，大概在30年吧，我就可以演到影帝了。剧组的感觉跟这个气氛跟专业度跟每个工作人员，我觉得都很辛苦。对，而且像我们只有两句台词，但还是拍了一整天，对，不简单。对啊，其他那些工作人员，我想一定是或是演员，所以就是更难。对啊，小蛋糕啦，哎呀。小彩蛋，哎，小彩蛋，你说是彩蛋？对啊，你是皮蛋啊，什么彩蛋？你好意思说？希望大家支持和平归来。